马上要到现场，有什么心情吗？有什么心情啊？就是还蛮激动的呀，思想热情，超级热情，也会带动到我的情绪嘛，也会让我变得非常的开心和激动，很开心。然后很期待，我们新出场的是宗泰永银幕过新鲜大事。感谢大家能够到现场来参加我们这个发布会，那我非常开心。 谢谢大家的热情和支持，我是罗云熙，我是一名演员，我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的荣幸。 今天晚上的话，我会和所有参加见面会的朋友们，然后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。在这个粉丝见面会当中呢，我会演唱三首歌曲，然后还会有一些互动的小环节，我会和大家一起做一些游戏。对，其实我。 自己现在也不太清楚究竟会做什么样的游戏，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。然后到时候我们晚上见，一起去揭晓。萨瓦迪卡，托金卡，拜拜拜拜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罗云熙。哥，啊，刚刚那个见面会有什么感受吗？就是大家都很热情。 肩上的担子重的人，让中国文化传播出去。往前站一点，那光顶光哥。嗯，<笑>你就不能生活一点吗？生活当中没有顶光吗？就太顶了点，前面就有顶光，我能接受。然后就是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去感受到身边的。 昨天彩排的时候唱的好，就是因为我在车上吼了两嗓子，吼开嗓了。那里边还有一个小时可以吼。有点心跳呀，一波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比我上台倒紧张呢？能不能给我一颗定心丸呀？进攻。 哎呦，我觉得要一波了，要一波！一波呀，一波！别打，别打，赢了，赢了！
车。所有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演员罗云熙。今天晚上非常开心，能够在泰国，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是不是应该用泰语跟大家打声招呼？可以，那我就用阿斌的为数不多会的泰语跟大家打声招呼，谢谢。时光轻手一点点雕琢，幸好一路上你在左右抚慰了寂寞，有疲惫全被陪伴清空，让这个世界因你变不同，所有的回忆在心里感动，谢谢大家，真的太感动了，谢谢。记住，一定要让自己健康，所有事情都能探索。你是星星之火，点燃夜的荒漠，在黑暗的时候守护我的夜空，穿过凛冽暴风，挽不住更多的火种。想成为你的依托，多少星星之火，绵延夜的荒漠，在寒冷的时候给我剩下的暖阳。无风声，要肩并肩走到最后，祝福你微笑眼中。谢谢。一起合影有点好不好？今天的战斗力真的非常不错，基本上都光盘了，这次的泰国之行也就基本上快结束了，很开心，期待下次再来泰国旅游，然后再好好的品尝泰国的美食，拜拜。